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无论前路是怎，上帝都会带领你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无论我们考成怎，神都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出路。在箴言三章六节那里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各位 DSE 的考生，无论你考成怎都好，记住要认定那个创造你的神，那神就会为你准备最适合的道路了。 Yeah!